FM10 Podcast 悠悠向前。こんにちは，大家好，いかがお過ごしでしょうか？欢迎大家收听云林最丰富的声音，芸芸众生，我是芸芸众生主持人金井港，我来自日本。大家有爬过山吗？我高中毕业之后，就是暑假回来日本的时候啊，我有爬过山。对，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应该要爬山，不然体力会没有了。对，然后那时候感受到自然很丰富啊，很漂亮啊，然后达到最高的地点的时候，有那种达成跟成就感啦。对对对对，那个很舒服。大家其实日本有很多山，台湾也有很多山，然后我在日本里面也有很多不知道的山。好，那跟我一起学习吧，日文知识王。这个部分我问一个选择题给听众跟来宾，这个节目的结尾我会告诉大家答案，希望大家透过这个变成日本知识王。今天的问题是，这个日本富士山有多少米高？日本富士山有多少米高？ A 3952公尺， B 3886公尺， C 3776公尺， A3952公尺， B 3886公尺， C 3776公尺。好，选项一样在说明栏那边，请确认一下。今天邀请到的是云科大会计系吴佩琴同学。同学您好。大家好，然后主持人好，我叫吴佩琴，目前就读的是国立云林科技大学会计系研究所硕士班二年级。那我是南投人，然后我大学的时候也是读云科大会计系的，所以我其实是直升的。然后我平常的兴趣就是看小说还有运动。那我大学的时候有打过篮球，然后后来又打戏排。在研究所的时候，因为戏排的女生人数比较少，所以我后来就跑去打校队排球了。原来如此，哇！你也一直都运动的，对，尤其都是球类的运动。对，我对球类运动比较擅长，因为我就是那种跑步、跳高、跳远那种，我通常就是因为跑比较慢，然后也跳得不太远。但是这么长运动的话，应该跑的也不会很慢吧？没有，我真的跑很慢的那种。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那些运动吗？我高中是先接触篮球，就是高中教练那时候就、我高中是打校队，就是女篮，然后那时候是教练就问我说：“哎、你看起来好像蛮喜欢打球的，要不要加？”然后那时候高一就傻傻的，就是老师说说，哎，你就说：“哎，好啊，那我就去做看看，就加了。”哦，所以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都用球类的运动。对，都是球类的运动。哇、蛮有趣的呢。那到现在边运动边读书会不会很辛苦啊？其实还好耶，因为如果是校队的分量可能会比较重啊，毕竟校队的训练量本来就会比较大。但如果你是一般系队运动的话，我觉得那反而是一种放松身心的方式。就跟主持人你很有兴趣，就是你前面有提到你有登山过嘛，就是它是可以增加你体力的方式。对对对，就是你增加了体力之后，你是运动完放松之后再去读书，那个感觉会不太一样。就是不同的东西，你就会说，现在先做 A 的，然后再做 B， 你会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然后就会比较精神，会一直说一直读书，一直读书很无聊这样。所以头脑里面也会比较清楚。对，那不错哎，大家，我建议大家赶快去运动，然后再读书，感觉比较好啦。好，那我问一下那个学习的部分，你为什么是读这个会计系呢？因为我高中是读高职的，我那时候就选了商管。我其实高中是英外科，然后我们学校英外科可以读经济跟会计的。
啊，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所以就是我那时候还蛮幸运的。那我那时候接触到经纪人会计师还蛮喜欢的，所以我想说就是以后可以继续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啊，那时候学校就是学校管院大概可以分财经跟一些什么企管、资管、公管，然后会计嘛。然后财经那时候我比较不确定在学什么，因为高中其实没有教。然后会计就是我很确定说，哎，我有读过，然后我有兴趣，我可以接受继续就是一直往下读，我觉得是还可以试试看，所以我就填了会计师。为什么有兴趣啊？我觉得它很像是就是你一个题，它会给你一个题目嘛，然后你要写分录。那我写就是那个写出来之后正确的那个成就感，就是还蛮喜欢这种挑战的。然后它其实是蛮有逻辑的一个东西。啊，因为我因为是企管系嘛，我也是有读过会计。对啊，成就感的来源不一样。就我觉得很难啦，会计真的超难，我们企管系的学生都很辛痛苦的事情。对哦，那也是就是读到大学就管院的学生很多都是读到大学毕业之后直接出社会比较多嘛。我们班也是很多都是就出社会找工作这样子。为什么你继续读下去呢？继续读的话，我觉得有家里的因素，也有就是学校老师的建议，还有一些就是职场上他们有算是就是会有讲师来分享，然后就是综合考量，可能觉得说，欸，其实读研究所也是一个方向。我先讲家里好，就是我们家经济就是没有到说低收那种，就是家里经济还不错，就家里也有能力可以让我继续读，然后妈妈也蛮支持我，就是如果想要读的话，他就觉得说你要就一次读完，不要说大学毕业工作之后需要了又再回来读，因为放工作回来你绝对不会有就是还想要回来念书的念头。然后学校的话，他们学校的老师其实也蛮鼓励你读研究所，因为他觉得说研究所他会培养你的思考方式，跟你去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专业知识，就是可以更深的学习。就因为其实会计这个领域是蛮深的，讲师也有来分享，然后他们的学历也大多是就是还是有念到研究所。然后像以会计系的生态来讲的话，你出去工作其实起薪会高一些。对，所以就是还是会有差。哦，原来如此，所以你现在也读下去这个会计。对哦，那你这大概五年多的时间在云科大，有没有印象深刻的老师之类的？哦，老师的话，我印象最深刻应该是体育课的老师，就是谢秀芳老师。不是会计的，谢秀芳老师，我也认识他。他真的很爱聊天的。对，他是随便逮到一个学生，他就可以开始噼里啪啦跟你讲他最近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在干嘛，他在干嘛。我也修过，我记得两次左右他的课吧，一个是通识课，一个是体育课。对，他真的很，那他也很亲切，也很贴心的老师。很关心学生的。对，那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呢？我大学的时候是体育，我是康乐股长，所以就是会跟老师比较多接触嘛。然后老师那种人，就是他一逮到学生，他就会开始 PP 跟你聊天什么的。然后他聊天你也不会觉得不舒服，你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很热情的老师。然后就是他还会问我说，你有没有想要打工之类的啊？然后他那时候请我帮他打逐字稿，然后就是给我薪水这样。然后后来还会就是在外面，就是平常出去打球的时候遇到老师，也会跟我们一起打球。然后还问你说，要不要去吃饭？然后老师会死命的死都不收你钱，然后就是拼命一定要请你请客这样子，然后钱还会扔在那边就不收的那种。老师人真的很好。对。竟然印象深刻的是体育课的老师。对。好，那这五年的时间有没有感受到云科大的魅力啊？魅力，我觉得它的魅力在于就是云林就是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然后这种生活步调就是很慢很慢，然后
你出去也不用特别打扮什么的。我有听说就是有些是从台北下来的，他以前是天天打扮，天天化妆，然后就一定要把自己打扮漂亮漂亮，然后到大概过了一学期出门完全不化妆，随便穿着不穿着就出去了。哇，真的是真的有差的那种。是这样子哦。但也有人就是还是会喜欢打扮自己，就是我每天一定要就是打扮到很好看，然后出去就是觉得，哦，我脸上有光这种的。哦，欸，我以为是台湾人就不太喜欢打扮。没有，就是算云林比较少人在打扮，但打扮的人还是有吧。哦，原来如此，因为我只去过云林，所以只知道云林的环境。哦，原来，所以都市人还是会打扮，哦。有，我听到有两个学姐，他们都这样跟我讲，就是以前他们在北部的时候都会化，就是每天出门上课一定都会化妆，然后到云林之后就发现，哎，大家这里都不太打扮的，然后就后面大家就开始入境随俗的感觉。哇，是哦，我学到了，那谢谢。那最后我问一下一个问题，帮我给一下学弟妹建议。给学弟妹的建议的话，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work hard, play hard。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都认真，该玩的时候就用力去玩。就是像我自己，我大学的时候参加戏排，我也是很认真来，就是在玩那些社团的东西。甚至研究所还是继续打球。然后该认真就是你一些专业知识，就是你以后要出，大家一定要出去工作嘛，除非你有一个就是很有钱的爸爸，或者是很有钱的妈妈。那大家基本上都不会有这种条件，所以你还是要有学习你该具备的一些专业知识。对，所以就是该认真读书的时候还是要读书，然后该玩的时候就玩，然后一些待人处事的东西，就是你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学到。所以头脑的切换很重要。谢谢你的建议。不会不会。好，那接下来呢，日本知识王这个部分，我问一个选择题给听众跟来宾。今天的问题是这个，日本富士山有多少米高？ A 3952公尺， B 3886公尺， C 3776公尺。那同学有想好答案吗？我猜 C 吗？猜 C 好， OK。 那答案是C 3776公尺，恭喜，猜对了。对，就是 C 的3776公尺，就是富士山的高度。A， 你知道 A 是哪一个山吗？我猜玉山。哦，对，哇，好厉害哦。那 B 呢 ？B 我这就不知道了。B 也是台湾的雪山。雪山，哦，我知道，在东部那边吗？欸，对对对对，东北，我地理不太清楚。对 ，A 就是玉山 ，B 是雪山 ，C 是富士山。其实台湾很厉害的是，台湾的第一名到第十名都是比富士山高。台湾就是好像是什么板块挤压之类的，反正就是很多山。对啊，超多山，又是都很高，超级超级高的那种。然后好像亚洲这边最高的也是玉山啦，所以很多外国人想要来玉山。对，我以前有爬过日本富士山，然后就比富士山高，应该超辛苦。富士山也不简单啦，所以就下次有机会的话，想要挑战看看玉山。你有挑战过吗？我其实没有爬过山嘞，就是，哦，就可能就是一般的那种，可能在学校后面这样爬山，走上去，然后看看风景就没了，不然就是骑车上去。其实自己徒步的蛮，就是还没有这块的经验。哇，哦，那你可以试试看啦，应该很有体力吧？试试对，应该可以试试看。好，那今天的芸芸众生差不多到这里。大家更想要了解云科大的话，可以来看看云科大网站，加上我个人的 YouTube Podcast 也在说明栏里面哦。有兴趣的话，帮我订阅一下。好，
今天的来宾是会计系吴佩琴同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线上见咯，拜拜拜拜，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